你的书包里有什么？这是哥哥的书包，书包是蓝色的，书包里有蜡笔、橡皮和胶水。这是弟弟的书包，书包是绿色的，书包里有书、纸和铅笔。这是妹妹的书包，书包是粉色的，书包里有尺子和剪刀。这是姐姐的书包，书包是红色的，书包里有铅笔，还有圆珠笔。你的书包里有什么？